大都后，我沿海发布寻人令，方才有一名说发现一只木筏的漂泊，我就马上赶过来。我祈求上天是你，真的是你啊！我怎么会到中原的？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啊！明明，我们回大都吧。我不要，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，我不回大都。你要不马上回大都的话，你爹生命就有危险了。 你说什么？周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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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这儿。我好担心你啊，我怕你出事。我是看你在帮谢老爷子去毒，我无聊来这里走走。啊，无忌，无忌，义父在这儿呢。啊，找到周丫头没有？谢老爷子，不好意思，让您担心了。啊，不是我。 是我那无忌孩儿，义父，四个丫头呢，走的走，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就剩下周丫头一个人。你不关心她，关心哪一个呢？我说无忌，我的十香软金散之毒已经去了八九了，现在你也该帮周丫头取去她身上的毒了。 义父，不行啊！哎，整个岛就我们三个人，有什么事讲出来嘛？您知道的，如果我要替他疗伤，我必须一只手贴在他的后腰，另外一只手贴在他的小腹，可男女授受不亲，我怎么能够如此肌肤相亲呢？可是，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我的九阳真气又没办法输入他的体内，孩儿现在很难决断。你不要多说了。 义父，我问你，你打算在灵蛇岛待多久啊？这很难说，除非有船经过，否则很难再回归中土了。这段时间你见过船的影子吗？那不就是了，说不定明天就有船，也说不定再过一百年没船经过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在问你，这十香软金散的毒素留在体中，除了四肢乏力以外，可有其他害处？ 时间不长，倒没有大碍。不过这种剧毒侵击蚀骨，日子久了，五脏六腑都会受到损伤啊。你既然很清楚，为什么不尽早给周丫头去毒？你跟我说过，你们从小就认识。当年你身中玄冥寒毒之时，她曾有会于你。像她这样温柔有德的姑娘，你哪里去找？我没想过周姑娘啊。那你是嫌她不够美了？ 不，周姑娘很美啊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做主。做主？不错，我替你做主，娶周丫头为妻，就这样了。丫头，丫头，听到我跟无忌讲什么了吗？谢老爷子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想个法子回归中土才是。你怎么说起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来？男女好合是终身大事吗？ 怎么不三不四了？你问问无忌。问我什么？当年你父母是不是也在荒岛上自行拜天地成为夫妻的？那时候我都还没出世，我怎么知道？当时他们也是不理会世俗眼光，自由成婚，所以
世上才有你这么个小子吗？废话不必多说，我问你，有义父为你们主婚，你答不答应？难道你不喜欢周丫头，不愿替她驱除身上的毒吗？丫头啊，就这么小的岛，今日不见，明日不又见面了吗？你是不是不愿我这个老瞎子做公公啊？谢老爷子，您是当世豪杰，您……那你是答应了？不是。那你是认为无忌配不上你了？哎呀，无忌啊，你看看你呀、啊！真是丢人呐！不，您误会了。张公子，他武功卓绝，名扬江湖。我能得婿如此，更有何求？只是什么？说呀！我明白。他心中喜欢的是赵姑娘，是吗？无忌，无忌啊！赵丫头偷走了我的屠龙宝刀，杀害殷丫头，对我们下毒，这贱人害得我们如此凄惨，你怎么还能执迷不悟？赵姑娘是我大仇，我不会轻易放过他。周丫头，无忌都已经开口了，你应该没什么疑虑了吧？既然张公子说赵敏是他的大仇，他为何还要口口声声尊称她为赵姑娘？由此可见，他心里还有赵敏。他这么说过吗？我都没注意听。我不放心，除非谢老爷子要他立个誓。否则，我宁可毒发身死，也不要他助我驱毒。俺听到没有？快立誓！赵敏为元朝皇室出力，苦我百姓，伤我武林义士，复又盗取我义父的屠龙宝刀，害我表妹殷离。张无忌立誓，有生之日不敢忘此大仇，如有违者，天地不容。只怕你跟他见了面，又手下留情了。我说呢，见日不如撞日。咱们江湖豪杰，还管他什么婆婆妈妈的繁文缛节？你小两口子，不如今天就拜堂成亲吧。赵丫头身上的毒液也可以早一日驱除。义父，周姑娘，你们听我一言。珠儿待我情深意重，她自幼便心中以我为夫，我也曾经许诺她为妻。我和她虽无婚姻之实，可却有夫妇之名啊。而今她尸骨未寒，我何忍此时此刻另结新欢呢？这话说的也合情合理，无忌啊，那你的意思如何？依孩儿之见，今日先和周姑娘订立婚姻之约，以助她疗伤驱毒为重。倘若有幸，咱们得以回到中土，待孩儿手刃赵敏，夺回屠龙宝刀，回归义父手中之后，再和周姑娘好好的成婚，可说两全其美啊。你说的不对呀。要是十年八年，咱们也回不了中土呢。三年之后，不论是否回归中土，就请义父主持孩儿的婚事吧。周丫头，你认为怎么样？我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儿家，自己能有什么主意？一切全凭谢老爷子做主。很好，很好，咱们三个人就一言为定了。
现在你们小两口就是未婚夫妇，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。无忌啊，你就给我的儿媳妇去毒，啊，开始吧。 不要犹豫了，开始吧。 明明，在荒岛上你没有好好吃过，临安县刘总兵特意为你准备了你爱吃的菜肴。刘总兵，在。我要你替我办件事。君主，请吩咐。灵蛇岛可是你的辖境。是的，君主。我要你派条船到灵蛇岛接我几个朋友。 下官这就着手去办。郡主，要是没事，属下告退。明明，先吃点东西吧。